啊，都2024年了，你的车还没有815芯片？今天我就告诉你，只需要8万块钱就能买到一台815芯片的紧凑级 SUV， 走，看看是什么回事。要说啊，这雷军啊可就最喜欢跟人交朋友了。之前的小米苏七9.99万元交个朋友呢，看来是交不成了。我今天呢就带你看一下更有诚意的交朋友，他就是博越酷的朋友版。为什么我说这个朋友最值得交了？因为吉利啊可是到处撒钱，从今天起到2月9号为止，吉利一共在新春期间派发20亿的现金红包，尤其是针对博越酷这款车，虽然它的上市指导价格为9.89万，但现在购买它就有10000元的现金优惠，只需要8.89万就能买到815芯片的紧凑级 SUV， 你还要啥自行车？那么我们再看回车的部分，这一台博越酷最新推出的朋友版与之前的版本车型一样，都保留了以前的外观和内饰。那么外观部分呢，有小小的改变，就是尾巴部分的双边四出的排气改成了一块全黑的饰板。至于内饰的部分呢，这一款车同样保留了一个13.2英寸的超大中控屏，而且它还有银河 2.0 OS 系统的加持，配合上8155的芯片，它的一个科技配置以及运行流畅的程度啊，足以比肩10几万的新能源车。至于动力部分，这一台朋友版搭载了 1.5T 加 7DCT 变速箱，整体来看最大扭矩能达到290牛米。同样的，这一台车的悬架用料也是相当的丰富，前麦弗逊后多连杆在同价位里面绝无仅有。总的来说啊，这一台博越酷的朋友版车型，它不仅造型犀利，内饰充满了科技感，同时呢配置也十分的丰富，再加上好开省油等等的特点，只需要8.98万起就能购买，怪不得现在的博越酷可是越卖越好。